之，你要烧骆驼，首先开始撒线，开始轮窑，继续轮窑，开始抹泥，窑已完成，开始点火，开始拌料，倒入辣子面，倒盐，倒入芝麻，倒油，搅拌均匀，开始把葱姜蒜切碎，开始骆驼改刀，开始骆驼抹料，撒上葱姜蒜，加柴，取出石灰，窑已烧好，开始翻焖，用泥分子，放入骆驼，骆驼已埋入窑中。这个视频我真心实意的向大家要一个小红心，用泥分顶，下个视频开始。